您好，工号16888为您服务。您好，主要是那个脖子和肩颈帮我加强一下。好嘞。别给我动！房间吗？你在这儿干嘛呀？我不知道，我经理推荐我来的。那张浩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不是，你把我放开行不行？哦，哎呀，真的。哦。不好意思啊。不是经理姐和张浩是真的吗？他们离婚了。这件事得保密，出于商业考虑，今天可能会延迟公布这个消息。不是，你调查清楚再下手行不行啊？你别牵及无辜行不行啊？光线太暗了，我没看清楚，而且你又没有脸。你得对我负责。负责？你放心，我绝对给你洗得干干净净。你怕疼吗？我开始了。而且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呢？对着呢啊，忍着点啊。哎。啊。痒。痒？哎呦，这确实擦不掉。你等会儿我换一个啊。哎呀，这可能会有点疼啊，忍着点啊。来了。啊！别动！啊，轻点啊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，怎么擦得掉啊？轻点儿。歇会儿。歇什么呀？得赶紧擦，不然更擦不掉了。不是，擦不掉。卖家说，7天都不一定能掉。不是什么？你别着急啊，还有呢。不。不是这个不行。哎，行了，不这个，我跟你说，你转过去别老乱动就好了啊！啊！别乱动！啊！不是，等一下，都掉了，不是停！啊！我怎么感觉破了？没有破了就对了，不是破了才能掉呢。啊！别动，怎么不行啊？我换一个啊！哎，不！哎，这个不行。这个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肯定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肯定行，不，这个不行，不听姐姐的啊，不，转过去，转过去，你等一下啊，你等一下，好主意，来了啊，忍着点啊，3、2。